感恩每一只花朵，它带给我芬芳；感恩每一朵白云，它编织我的梦想。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琴棋胸骨，黄河流水是我沸腾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静静的爱在静静中融化，思绪飞到天边，飞到珠穆朗玛，用一切采下一朵雪莲花。这个海洋，我们是一条条小鱼，在老师的怀抱里快乐的游来游去。老师如何报答静静的爱在静静中融化？我年龄小，应该拿小的，大的留给哥哥们吃。爸爸要我，那么弟弟呢？他不是用心血表里我的人生，包容我的不及。你们如秋，秋收的喜悦。多得不可胜数。记得有一次，妈妈让爸爸教我骑自行车，我叫爸爸别放手，但爸他却说是应该放手的时候了。我摔倒，爱情风暴，妈妈的港湾会随时把我拥入怀抱。啊，妈妈，不论遇到什么惊涛骇浪，我都坚定地奔向目标。绝不会出现一片柔和的光，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妈妈满信心、母亲，她一天到晚为了我而忙碌，不辞辛劳，无怨无悔。所以在这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想说要祝贺今天所有在场的小选手，因为你们的努力和勤奋让你们脱颖而出，让我们为你们感到自豪和骄傲。那么我想说，通过这次的比赛，你们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勇于表达，拥有自信。是我们的主办单位澳洲墨尔本德教会紫城阁的会长黄良洲先生请上来颁，副会长周成光先生，再请吧。好吧，可以吧？崇尚道德，提倡教育，去举办各种参与时尚的活动。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在主办的教育的活动了啊，今后好，同学们，哪一位同学安静了，已经准备要比赛了，还有一个对吧，请把你的手举起来。 Are you ready? If you...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以了。好 ，Let's give a high five to each other。那么你就告诉他，你是最棒的。So tell
tell your friend you are the best. 好。好，谢谢所有的家长来参加我们这活动，再一次祝贺你们今天进入到全校的总决赛了，我们明年再见，好吧，同学们再见，好。